实一个一个一个，你是一个一个一个，你是。靠杯，我绷不住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是一个一个一个，你是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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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一个一个一个，你是一个一个一个，到底是一个一个什么啊？看来是 YouTube 一哥，迷音一哥哦。不懂的朋友们，我劝你们还是不要懂比较好，不然会回不去了。你们这些一个一个不点赞的蟹。好，我们的中秋全员存活特辑准备开始了。老妈解锁很多奇怪的知识啊。不是吧，怎么第一间什么都没有啊？直接重来。变蜘蛛人是吧？最高难度的手提箱其实不用带了，因为它不会有额外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可以忽略吧。那妹妹还在吹喇叭，不直接等着跳下去吗？童书，其实要过关，可能道具还是比较重要的。地图，都是道具。好，老爸。OK， 收音机。不对，那不是收音机，那是烤箱。收音机。收音机，收音机在哪里？收音机在哪里？哦，这里。好，好。偷！哦，偷到一个棋盘。哦，这台灯飞起来了，手机就给它飞出去。OK， 道具挺多的，那烤箱长得跟收音机有够像。OK， 不要紧，点个赞哦。第一天，好，感觉物资不错哦，蛮结实的啊。挡土匪的斧头，其实过关斧头蛮重要的啊。就扑克牌啊、急救包、挂锁、枪没有，子弹、杀虫剂。那子弹跟杀虫剂的顺位比较后面啊。过了前一秒，那么所有人都进入了避难所，太危险了。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就能安然度过。听说罐头汤营养。我们的避难所里全是罐头，我们可以吃罐头，睡在罐头上，甚至可以跟罐头说话。有人已经跟罐头说话了。水刚好够每个人够用，必须严格配给。这是我们见过物资最充足的避难所。虽然我们也没见过其他避难所，但我们相信这里物资充足。漂亮，只要不要遇到爆炸事件就好了。在这里幸存下来很容易，也不会变得更容易。希望这一切很快结束，生活回到从前，或者我们可能面临从未遇见的危险。在讲废话，真不愧是巨蟹座，果然特别的蟹，人间之蟹。那剑是什么？十二星座没有。那个什么黄道几宫的有没有？八十几个星座，我不知道。在家生活难免有点不舒服啊，没有阳光看不到天空，我们得摆脱悲观的思想，给生活带来一些快乐。现在的生活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艰难，但是今天多尔斯心情不错，我们希望能维持这个样子。No news is good news，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。快闪餐车是什么东西啊 ？Holy shit， 那又是什么不得了的梗吗？我们一直在想着 Brian 叔叔怎么样了，老大不是啊，那个是 Bryant， 他应该离炸弹落下的地方很远啊，但没人知道，最好还是查清楚。他总是看到生活中阳光的一面啊，我们也许该向他学习，但这么做并不容易啊。我们是不是有他的照片呢？藏在家里的一本书呢？童子军手册啊。晚上好，拖了这么久，终于开场了。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童子军手册里面找到照片，这些手册真是太方便了，绝对的，这应该是提升我们的精神状态啊。MBTI 啊，不知道可以猜一下，不过其实我讲过很多次，其他只是个统计学啦。严格上来说吧，今天是时候选人去小镇废墟寻找物资了，选谁呢？皇帝在向我们招手，那就 Timmy， 戴个防毒面具就好了。卡皮巴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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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巴拉。
哎呦，去荒地了，真不知道回不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亲爱的 Mary Jane 有记日记的习惯，出于某种原因，她把日记藏在架子的生存指南里啊。我们毫不犹豫现在该做什么？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分配到一个角色，大声的把日记读出来，是吧？啊，这是尊重她啦。好啦好啦，不要啦不要啦，不念啦，好不好？不要侵犯她隐私啊。公开处刑。所以狼尸到底又是什么梗啊？我感觉又是很不得了的东西啊。Mary Jane 感谢我们尊重她的隐私，她把所有的纸张都扯下来啊。撕成碎片，然后把他们一把火烧掉，在上面踩来踩去啊，最后扔给联盟外的辐射老鼠。他的反应有些过于激烈，这个女儿怎么回事啊？她干嘛那么激动啊？但是想到这件事情已经解决，我们就感到好了一些啊。不过我们还是会好奇她写了什么关于我们的内容啊。我们总是原地赌场类似的地方，因此当一个人一个赌徒来到我们的门前啊，告诉我们他以前是一个赌徒时呢，我们觉得很可疑啊。他邀请我们玩一局，他提出赌两瓶水。不能赌太多，因为地上都是水。蔚蓝档案那个哦，没玩，对不起。赌博是可怕的习惯啊，不能给孩子们树立不好的榜样。谢谢，优质护士长非常酬找。这是棒球梗吗？遇到以自由之名放他进来送枪啊、哦！谢谢。对了，这个事件我知道，他是好的。那我们是需要物资啊，但是不能用那种方式获得啊，这样我们很快就会变成抢劫犯了。把那个人送走了，甩掉了包袱。现在生活对我们所有人员都很艰难啊，但是今天 Doris 心情不错，我们希望能够保持这个样子。 Ted 似乎没有事，虽然整个世界变得不值得留恋了。我们对外面的情况了解甚少啊，这个还是多了解一些会更好啊。也许能发现其他人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，收音机能帮我们。谢谢奶盖加入会员啊。妹妹变异无敌，但是现在很难变啊。我们收到一个微弱信号啊，是政府的紧急公告。你猜，好消息，外面的原子城大部分消失了，变原子少年嘛。现在在地面上行动应该更安全一些。我最近好像有看到什么新闻，但是我也不了解。其实八天在位就好了。我们现在感觉很不舒服，好像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在监视我们。我们发誓看到阴暗处的东西在动。如果地堡里有其他活着的东西啊，那肯定是时候搞清楚谁在这里的头啊。糟糕，我忘记这个事件会怎么样哎。是不是会受伤啊？还是会坏掉啊？我很怕斧头坏掉我就完蛋了呢。结果还是按了。啊，谢谢加入会员啊。哦，还好没坏，还好没有。问他是什么？他现在死了，死翘翘了。也许那些讨厌的小洞还隐藏着更多啊。我玩了一个游戏，叫出列出你最讨厌的名字的东西啊。出于某种原因呢，我们邻居的名字一出现在榜单上，这提醒我们那只老狐狸的客厅里面有个保险箱。我们总是很好奇里面有什么，现在终于可以弄清楚了。现在谁可以像我这样殊荣呢？从我们讨厌的人那里偷来东西呢？这个会有血手印吗？那你们会后悔的 ，Mary Jane， 叫你当坏人。哦，还好没有血手印呢、啊。有什么好康的吗？我们来到了奈德的家。那个是菲律宾人吗？还是印尼人啊？就是那个第三代的蜘蛛人嘛。他有一个朋友叫他奈德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主角群嘛 ，MJ 跟奈德嘛。发现爆炸的冲击波已经把保险箱震开了，里面大多数东西已经被毁掉，但是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啊。奈德不见人影了、啊，也许已经在核爆中去世了。总的来说，这是个开心的一天。Happy！是印度人吗？不像啊。在这小小的地堡里面，我们可以一直坐着，或者考虑如何远离放射性荒地啊。谁会想到红军会回到这个温馨的街区？我们不可以自己来。当然，我指的是逃跑而非破坏。然而，有人可能能够帮助我们呢、啊？我们得以眼观四路，耳听八方云集。奈德利，干你老师奈德利，不会走中还走中。我记得在我高中那一段很经典啊。我们取得了联系。军方就在那里，他们就要来救我们了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，等待，我随时随地在等待。那名声音沉闷的士兵对此非常确定啊。救援马上就要来了，我们只需要等待进一步指示，开着收音机吧。梅瑞镇今天超安静的，他平常可不是这样啊。我们应该让他谈谈吗？让我谈谈，谈一下会不会爆炸？好。有带什么吗？
你还知道要回来啊？你知道这几天我们怎么过的吗？啊，于强大佬，谢谢。哎，我有发短片啊，我其实这几天还是有发一堆废片啊，你有看到吗？真的长影片的世界要忘了我吗？没有什么比一边敞开心扉谈话，一边喝热饮更能解决问题了。我们没有热饮了，但谈话似乎就够了。晴乐，哎，以前观众这样讲，我真的会很在意。大家有注意到我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吗？所以我前几天头都蛮晕的，头昏眼胀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担心今年他从荒地回来了，完全和我们在一起啊！这整个世界都着火了，你要向谁求救呢？消防局。我们十分高兴的发现消防局正在运转了、消防员重新装修这个地方，重新装饰他们的衣服，大部分墙壁都是黑色和红色的。消防员头盔现在有一个可怕的头骨符号啊！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当地的消防员能够有这么艺术灵感啊，如此不同寻常。摇滚乐团是吧？换眼镜了吗？其实没有换啊，我就换回旧的了。你们知道换新眼镜会有一头晕吗？就是因为你要眼睛要适应。我降回旧的是因为我的新眼镜，大家还记得我去年初不是被球砸到吗？我打球的时候把它反弹到眼睛上，然后那个打得非常大力。那时候其实我的眼镜就已经受了巨大的伤害，所以它后来镜框就一直断掉，然后焊接了好几次。最近好像又要坏了，所以我就换回旧的了。不然真的是太娇贵了，那个眼镜我养不起啊，好不好？我不晓得有没有办法适应它。角度什么的应该还好，如果说真的还会继续晕的话，就要换新的眼镜了。但是为什么很不想换新的眼镜，是你们知道换一个新的眼镜我就要大傻逼了。还记得之前配很贵啊？对啊，就一辆机车在眼睛上。早期有跟直播的就知道了，那时候本来是想说要换新造型，然后换新的眼镜嘛，结果发现不是因为眼镜丑，是人的问题啊。虽然一开始呢，消防员也友好啊，但过了不久，他们就显得有些焦虑啊。他们给我一罐，我念过了吗？在车库附近，我们发现一些消防员正用一个消防水袋驱逐巨大的变异蟑螂啊。我们颇为兴奋地加入其中啊，并在这一过程中装满了几瓶水。虽然一开始呢，消防员也友好，但过了不久呢，他们就显得有些焦虑。他们给我一罐杀虫剂啊，要求我们不要告诉任何人，不要我们在这里所见所闻呐。我们很不解啊，或许是他们太低调，不想要人们带着礼物来拜访他们。我刚露脸的时候就戴这个眼镜啊。然后那时候就容貌焦虑到换眼镜了，其实是这样的。然后我后来超后悔了，开始探险途中，我们防毒面具坏了。我们在街那边看到某种车辆，但天色还没能看清楚。或许我们在下一次冒险都会收集到更多信息，因为哪怕我换了再多次眼镜，最终还是不要戴最好看。所以根本就不是眼镜的问题嘛。希望眼镜行老板不要看到这段直播，对不起。好了，我会买隐形眼镜，好不好？我们不确定地面的情况，出去有风险，但是肯定有可用的物资啊。我也不知道，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在两三年前很流行圆框眼镜嘛，然后现在感觉好像开始兴起了半框眼镜，是不是？没有眼镜暗示啊，今天对他是特别的一天啊，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。除去一般庆典的三年前的大烧烤周年纪念和国际爆米花日，我们终于知道他讲的是他的生日，我们要送他礼物。好吧，那就给他个杀虫剂吧，应该不会坏掉吧。平常还是要戴啦，有抗蓝光还是很重要的嘛，对吧？我还是需要戴抗蓝光，因为毕竟我盯着荧幕那么久。现在孩子们都在摆弄这些喷雾除臭剂啊，杀虫剂可能也差不多啊。Mary Jane很兴奋，我好兴奋啊！哇塞，那喷到整个房间都毒气了。现在流行大镜片的样子，大镜片一个大镜片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觉得现在换回这个也可以吧。那时候还以为好像看起来真的造型蛮不错的哦，才发现因为我度数很深，然后我又散光，所以我中间都凹了一大块，有没有？因为我度数很深，所以还是不要戴好了。今天天气适合出门舒展筋骨，呼吸新鲜有毒空气啊，也许会捡到一两件东西啊，肯定有额外的物资啊，这是我们生活的必须啊。雷射哦，上次听了一个人的经验，我就完全不想了，我高度散光肯定也不适合啦，暂时以现在的科技。还有，我最近又听到一个案例，就是他明明度数没有很深，然后他雷射之后呢，好像过了几年之后，他度数又跑回来了。那你这样子还不如不要雷射，对不对？暂时啊，就现在的科技啊，除非说以后科技真的好到，而且如果我一旦雷射之后，我恐怕很久不能做影片了。我有大约300度的闪光，应该是不适合雷射的。如果说我只有近视，可能真的会考虑。好吧，那妹妹可以不用喝了，那带个。那个，其实这个时候还是要面具啊，可以无聊带个杀虫剂看看要不要。
但是我可以做急救包，口琴弄丢也不好，带个棋盘吧。老鱼的延长线，可是你的发言都是很奇怪的东西欸，你都在讲一些反串的文欸，我要怎么相信你？蠢蠢是一下舌头在嘴里顺时钟转，头逆时针转，听说能做到都是高智商，什么东西啊？这真的还假啦？你之前抖内发话都是一些奇怪的话，这到底是不是认真的、啊？然后实况组就会照做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要中招了？我没想到在原子弹爆炸之后会这么快就接到电话，这电话真的响了，响啊！我们可以清楚的听到外面的电话响了啊，这个肯定是接的对面的公用电话亭在响 啊，要去接电话吗？对，因为我不是一点点近视而已，既然有可能再复发，我干嘛还在雷射呢？对吧？你如果不是百分百的成功率，谢谢丁丁又送会员了、哦，谢谢谢谢。那我还是照做啊，头逆时钟转是这样的意思吗？还是这样？还是这样？我头往分开了，这个是不是更厉害？舌头逆时针转，你们点赞好不好？结果我还是做啦，接电话时呢，我们可以清楚的听到对方松了一口气的喘气声。他们称自己是 Hill Valley 附近的一个小镇幸存者。我们交换彼此的信息，但电话被切断了，他们一定出了问题啊！希望他们会再联系我们。Hill Valley 哦，兄妹，用意就是要让实况组看起来有病是吗？听你在外面时，他被一根铁丝或其他生锈的金属丝划伤了手啊，但他都没提死，是他的伤看起来很严重，我们得想点办法。好像不一定会受伤吧，对不对？还是生病啊？又掉了，哎呦，没事哦，我不过几天后他可能会生病哦。对啊，有啊，以前小时候那个看电视都这样演啊。对付任何疾病或伤害的最好的药物是咬紧牙齿忽略它，这是我们来常说的。当然了，他现在已经死了，死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25岁因为蛙咬而死，做了会像丧尸。多瑞斯不怎么说话，我们应该和他聊天，找出原因吗？其实后来有研究欸，就外国小孩为什么近视率这么低，但他们好像玩游戏也没有比较少，听说是跟日照时长有关系哦。那亚洲的小孩在学校时间实在是太长了，然后可能从事户外活动的又不多啊。李多瑞斯谈话帮他解决了一些问题或疑惑，他现在感觉好多了。那我刚露脸那段时期就算了，那是一种锻炼心智啊，现在就放飞自我了。进入放射性荒地不是件好事啊，但是这个新世界我们无奈的出去啊，我们觉得应该尽快的去荒地计划出行啊。我们刚迈出了避难所门两步呢，黑暗中的一个未知生物就开始对我们咆哮，我们必须当机立断。那是狗的世界呢。晚安。对，有些人明天要上课，下个月要做雷射手术。我刚刚一直在劝退你，这样好吗？我刚刚在负面工伤是不是？我们决定用手电筒照照是什么？对，这样以后雷射眼镜的这个诊所都不敢找我了。啊，反正也没差，也没做过业配嘛。你猜怎么了？是一只狗？这可怜小东西啊，是不是累坏了？我们让它留在这里过夜啊。第二天早上我们开门让它出去啊，它还没有回来。听见了吗？噪音从下面传来了，是时候检查那个角落的出入口了。自从我们来到这里，它就紧紧的锁着。哎，这个是不是要用手电筒会坏掉是吗？我忘了呢，糟糕。不是要林业配，对啊，哎呀，还好斧头没事啊，爸爸的手牺牲一下没关系。搞什么鬼啊？我们差点不能活着出来，因为是一只巨大的变异鳄龟、鳄鱼啊，或者一只短吻鳄啊，或者什么其他巨大的嘴和大量牙齿的东西啊，有人受伤吗？啊，有牙齿在里面啊。那比梅瑞先从地面回到避难所更让人高兴的事了。我们在讨论把房子卖了去搬到别的地方啊，但现实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。我们想念这里，发自于内心的一种本能，或者是到处看看呢、还有什么没被炸毁啊。孩子们房间里唯一可以识别的家具是烧焦的书桌和 Mary Jane 的床，床底下的东西全是汤罐头。所以刚才应该是要用手电筒吧，甚至是不用。厨房全是瓦砾，我们花了几个星期才找到搭配地砖颜色的漂亮椅子啊，现在椅子都看不到了，只能看到土里的几瓶水。地下变车呢，好像是谁还没玩过的作品啊！我们远远的观察一阵子啊，车主会是谁呢？我们暂时先保持距离啊，但以后想靠近点仔细看看啊，这辆车有可能是我们逃离这里的机会。那我也没有急救包，要玩到全员生还，
OK， 那收集的还可以吧？要全员吃吗？还说妈妈去探险。最近 Doris 和 Ted 为什么事都会吵起来？今天争论的热点是清空角落里的马桶，大家都两人都发誓说没轮到自己啊，可总有人让步去做这件事啊。那个人该是谁呢？这么臭的避难所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？不去就好。所以这个中秋节还会直播吗？可能我应该不会那么频繁欸，但是我可能会发片啊，不去就没事，这个就都不清啊，这么更恶臭了啊。哇，老爸双重病痛啊。对对，都是谁都没有让步，马桶越来越满，臭气越来越浓，今天大家都感觉不太好。这封面该怎么处理呢？好，那吃一下了，好不好？息怒一下了，那就吵完架就离家出走啊。那再用个棋盘吧，其实棋盘跟扑克牌算是这个探险的好物啊。好消息是急救包一个就好了 ，OK。但是前提是要有啊，我没有急救包啊。深夜卤肉饭没有加蛋，一边看直播一边工作打报告中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们又听到军方广播了，这一次呢，他们要求我们听了之后呢，拿着手电筒到外面向飞机发射信号，如果一切顺利呢，他们就能找到我们了。听起来我们很快就要离开了。这个手电筒的功率有办法照到飞机吗？又不是雷射笔，不知道欸，感觉得到吗？爸爸就没好过，那恐怕再过了几个礼拜他就要死了啊。一切按计划进行，但手电筒坏了。我们很幸运的在听到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时修好了手电筒。我们很肯定飞行员看到了我们，看看他们是否会回来找我们。叶字字恶心心。听你说 ，Ted 昨天打了一晚上的震天响呼噜啊！我从来不敢相信。搞他根本没睡好，愤怒的 Ted 出言反击啊，嘲笑 Timmy 的耳朵尺寸。这爸爸好幼稚哦！哦，没有，男人到几岁都一样幼稚啊。那 Timmy 更生气了，他急切的想要找解决办法，睡个安稳觉，该怎么办呢？睡懒觉，槟榔，睡你个懒觉啦！我今天不敢相信。好，就好了啊。洪亮的呼噜声又响了一夜 ，Timmy 今天早上更痛苦了，他的眼圈就是铁证。他本来就已经疲惫了，没差了。黑的不愿意做任何评论啊，也不肯承认就自己睡觉打呼噜。烫烫咕噜咕噜，烫烫烫咕噜噜噜噜。打什么呼噜？麻辣烫呼噜？好吧。啊，你老爸都要病死了，你还不体谅一下他吗？啊！我们警车偷看外面，一只毛茸茸的野兽扑向我们。别让我们失望，是我们的狗朋友，不是要啃我们的骨头的变异物。好孩子，他似乎饿了，我们应该给他吃点东西吗？野兽先吃，还是 Mr. Beast？ 一个小时不到呢，小狗变得活蹦乱跳啊，不知道汤是用什么做的，麻辣汤呼噜，但是汤真是个好东西啊，我们决定可以勾起个名字，叫煎饼。来这里煎饼，你是不是乖孩子啊？布鲁托。啊，煎饼待了一段时间，但第二天早上走了。我们打赌他会回来的。哇，他痛苦了，死前的征兆，糟糕了。哇，要死了。今天一个年轻的女子拜访我们，她在营地救她的双胞胎哥哥。她在挑战土匪头目的决斗后就失踪了。她说他们已经观察我们一阵子了。哇塞，针孔摄影机，本来打算两个人一起来拜访我们的，但他的哥哥却失踪了。他说如果我们会帮救他的哥哥啦，我们肯定不会后悔的。完蛋了，谁该去呢？ Timmy 啊，要不要进我的避难屋？啊，快挂了啦，糟糕，应该撑不住几天呢。女孩们快交出了女孩，他的一群朋友，我们就出发了，营救成功。找他的双胞胎哥哥并不难，他就被吊在篱笆边的电线杆上，正试图逃跑。他在和土匪头目决斗的时候被砍掉一只手，但他的朋友会帮他处理伤口。接回去了吗？他会没事的，兄妹两千恩万谢，说肯定会再联系我们。
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。留个医馆看看。我们情况变得越来越糟，在彼此的眼中，我们都能看到饥饿和绝望。我们知道当地的学校一名老师在报案中救了一帮学生。我们也知道学校避难所都有什么物资啊。作为社区的一份子，我们也为紧急物资储备出过一份力。所以从技术上来说，这些物资是我们的，对吗？我们应该去夺取这些物资吗？啊！哎！不是啦，哎，本来是我要送的，结果直接加码送50个会员啦、啊。谢谢陈大佬。哦，好，不好意思哦。哎，这个偷了是不是就不能兄妹结局吗？还是怎么样的？怎么办啦、啊？军方结局好像可以，是兄妹你不能有携手印，对不对？不能啊！啊，好，我就是烂好人。妈妈回来了，妈妈，呜呜 ，OK， 急救包，床头草，床尾盒，刚回来直接救命了，这就是50个会员的功效吗？还不谢谢大佬？恭喜各位！打劫无辜之人绝对不可以，我们不是野蛮人，不能屈尊做这样的事、啊。我们丧失我们的价值观，即便是在乱世，尤其是在乱世，就是啊，一时误一事，我们就做个表率吧，放过那些可怜的人们吧。这是好人有好报吗？好，所以程大佬没有什么要求是吧？贴图或是什么表演的要求啊，点歌要求。要为大家点个歌吗？经过一番侦查，我们到达了市政厅。一半仍然没有倒，但另一半则成了一个大洞。我们进入废墟，希望能找到有用的东西。谢谢诺亚啊、哦，送出了一个方舟啊，送出了5个会员啊。诺亚方舟啊，哎，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历史上的那个第一个 rap 影像吗？大家知道有那个大概半个世纪前有一个黑人合唱团吗？然后被那一段被誉为是史上第一个 rap 的始祖啊！我们发现的市长坐在位于顶楼的办公室里，他的桌子上有一个齐全的急救包，很显然他是一个格外重视健康的怪咖。谢谢刘平的送出5会员哦，但所有的药物呢似乎都对他们有点帮助啊。现在看起来相当烧焦了啊，都几岁了，只剩一丝脆皮和骨骼，香啊，很香啊！哎呦呦，加码，各种加码啊、哦！你们是一个大佬啊！你们送出了一个会员啊，又送出5个，谢谢。你是 B 站的那位大佬对不对？当我们路过了一间废弃酒吧时，能看到一个汤罐头自动贩售机啊。我们身上没有零钱，决定用跳棋子试试，就奏效了，市场变好吃了。我们去地面探险已经被发现，跟踪下去要小心。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小心？就不行了。就要小心探险了。你要是敢说出去的话，就给我小心点。我知道你家在哪里，也知道你读哪一班。万一状况对我们来说毕竟是未知啊，也许我们应该去冒险出去啊。毕竟你只能活一次。接着探险呢，我们在附近看到一辆奇怪的车，最后一次地标之旅确认了我们的发现是一辆有装甲带50的冰淇淋车，没有轮胎，没有汽油，就要在没有人管。我们把这辆车变成一个艺术工程怎么样？哎，受不了了！啊，感谢加入会员，今天好多老，然后呢又加码10个，恭喜各位，恭喜各位了。哎，你知道会员多，我其实很罪恶哎，出片少那么多，啊，我不知道，我很对不起大家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个会员多起来，我是不是就要多花点时间做影片了？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拍什么。最近好像小众游戏越来越没路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好了，爸爸去治好了啊。谁能想到呢？过期的沙龙机竟然拥有如此鲜明的色彩。我们喷绘了这辆车，用不同的液体。我、哦、刚才怎么看成体液啊？靠，涂涂抹抹，又写又画，或许就是废土文化的先驱啊！如此兼收并蓄啊，就兼容并蓄了、啊。如此波西米亚风，波西米亚狂想曲。所以这个送会员的朋友们有要求吗？我昨天是不是忘记食疗啊？那现在我要让妹妹勉强去探险吗？现在还要探险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听说神回避5出了，其实我是蛮想拍的，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是，值得手游的影片很难推哎、欸，啊，拍一点自己的照片在会员专属，请去 IG 看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最后一次嘛，
因为听说四次都不会有太多问题嘛。啊！最后一次了好不好？如果成功的话，我们之后就不去了。妈妈要继续食疗下去啊！哦，今天人比较多，聊天室讯息也比较多，所以我可能会漏掉，不好意思。也感谢刚刚送会员的，如果我漏掉的话，谢谢。你们会后悔的。去食疗。我们关心孩子的未来，那就需要开始对Timmy进行家庭教育，也许该称作避难所教育才对。我们需要尽快给他一些阅读材料。爸爸自古幸运一，那刚好还是在家养病吧。我们唯一的书是童子军手册，够Timmy阅读了，他可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，完美。但是我的杀虫剂没了，所以我也做不了急救包。我们在避难所前到夜壶时呢？哦，上厕所嘛，在一面被火墙上发现一辆仓促绘制的地图，会员制地图不是啊？被跟踪就不要了，除非有保人的陌生人啊！哈哈哈，谢谢优质护士长。所以下次我们就不探险了。哎，你是 B 站的那一位对不对？我近期那个发影片到 B 站都会有一个跟百科一样的，超厉害的。什么选择他都基本上都记起来了啊、哦！在末端标记一个地方啊，也许那边隐藏一些物资，我们应该去查看嘛。开接受了，爸爸给会员嘛。啊、好，那就。咪咪。手工绘制。OK， 那没事吧？啊。实际上呢，可以点歌吗？想要听兜圈啊，啊，就是换句话说，想要听破音。好了，我等一下这一轮玩完，我们来试试看啊。实际上呢，这次巡逻很有趣啊，尽管是发生在了一个放射性的垃圾场啊、那是我们的集中我们城镇呐、啊。更重要的是呢，巡逻很成功，我们找到一个小包裹，无论里面有什么啊，肯定会很有用。OK， 那这个扑克牌可能是过关的关键了、啊。那接下来就是保全原生，明日见。我们要飞飞叫后都去门口听了一会儿，没错，就是煎饼，他回来了，但他不愿进来，他似乎非常急于带我们去某个地方出发前，我们应该带上装备吗？地图才对的嘛，对不对？应该不会没有吧？啊、哦，好，还好呀，你不要地图给我消耗掉了，看一看地图走丢了。准备充足的远足者肯定有一张地图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。感谢我们可靠的地图，我们能够看看炸毁的小镇，并及时赶回家。更确切的说，赶回避难所吃晚饭。煎饼尾随我们一阵子，但在我们到达地堡之前就走了。回来之前，我们绕道拿了一些锁在车子里的罐头，好在我们阅读了童子军手册里的汽车历史。但是食物很多，可是没有急救包。养狗的最后一步是急救包，也是最……哦，妈妈好了，妈妈好了，妈妈好，要养布鲁托。那怎么办？我好像养狗也不成了，我现在也没有杀虫剂给做哎。啊，先不要，反正猫会一直问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不要去探险了，全部给我宅到底。哦，站出来给我，可以去对面的便利商店买一罐昏睡红茶喝，或是买一个鲔鱼饭团来吃。鲔鱼饭团又是什么梗？不是啊，现在都超过30块了吧？然后30块，那便利商店买那种甜死人的哦，糖尿病红茶应该还是买得起啦。你看我这边有无糖的健康红茶。被突然的米奇吓到，谢谢。啊，台伯流吗？还是伊伯流啊？看不太清楚。好吧，现在就是等通关，对不对？在家最安全嘛。就是鲔鱼饭团不是梗，你这样讲我怎么觉得又是梗？那鲔鱼罐头是怎样？是没有清干净是不是？不过鲔鱼罐头其实都是煎鱼做的，大家知道吗？它真的有含一点鲔鱼，但其实鲔鱼罐头基本上都是煎鱼。对不对？如果说真的有鲔鱼很纯度很高的话，是不是超贵的？有吗？有真的几乎都是真的鲔鱼做的吗？盐味饭团，对啊，哦，以前小时候不到20块就可以买个肉松饭团，对啊，是合法的啊，就是反正就吃爽了嘛。
只不过那里面的健康的那个什么 Omega 3含量就很低了，对不对？谢谢各位啊，别忘记再点个赞哦，还差一点就可以送会员了，虽然跟你们送的比就一点点而已。啊，主播们总是告诫我们不要买没亲眼确认过的东西啊，所以我们现在也不会同意进行这笔交易了，我们早就过了需要买旧货的时候了，就算没有带自己的东西也能过得很好。平克也几乎没有马铃薯，对，就是大部分的那个洋芋片啊，都是马铃薯粉做的吧，对不对？可能有纯度比较高的，但是很贵吧，不知道有什么品牌。乐事才是马铃薯，这是接工商吗？我被品科告了。没有品牌日线从地面回到避难所，更让人高兴的事了。Thank goodness you're here， 小游戏哦，流程多长啊？不知道哎。好，从我们家走到码头特别远啊。我们知道这地区有一个很不错的仓库啊，没有炸毁，但一半被海浪淹没了。希望有物资的那一半没被淹。探险有三阶段的，前期有辐射，出去要面具，中期上岸，前后期被跟踪，出去可能回不来。对了，大概就这样，所以我现在是后期了。原雪是比目鱼，黑雪是鲈鱼，是雪霸不是啊？我真的这个对不起，又在扯。我们一直以为汤罐头是美国制造的，显然是另一个国家制造的。这个国家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我们都不认识。根据箱子的日期标志，这批货是爆炸后生产的，这很奇怪。五个食物啊，哦，核能食物是吧？这是有核污染的食物啊，请安心食用。跳棋没了，没了，他们还留在那些垃圾堆里面。这个应该跟过关没有太大关系吧？好，那接下来就宅家了，好不好？物资都收集够了，哎，水少了点。哇塞，有食物爆炸多的呢！军方另一条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打击，他们不但推迟了救援，还命令所有幸存者丢掉了武器，他们是疯了吗？我们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呢？最好这么做值得啊！那我看到留言说，不会很长，但是有很多亮点的梗哦。那有机会可以看食鳕鱼，哈哈，这直播也存在的必要吗？一堆臭小子。那我有看到留言说啦，他要你丢掉武器缴械，确认你是良民嘛，对不对？没有攻击性。如果你本身就没有枪，那你其实就已经完成了，所以这个就是好的。跟阿伟出去有发生什么趣事吗？好，我们等一下这个直播后来聊一下。不过这涉及人家的隐私，也没有啦，也没有啦。当然我不是白痴啊，我不会乱讲。因为我们没有枪，士兵不应该和我们有任何矛盾啊。现在就吃到饱过关是吧？从一开始呢就会这次探险标。说到会员有通知吗？会有吧，我不知道哎。那玲玲你有什么要求呢？也送了20个嘛，还有最一开始的雪狐。哦，真的雪哥来了，学姐。学长学姐。成分越来越复杂了啊！兄妹俩今天拜访我们了，他们说，在小镇找到也能做一定安全地方。目前呢，他们的人都住在帐篷里，但他们每天都收容更多的荒地难民，没有足够的空间住那么多人。他们说，小镇地图会派上大用场。郑志宏，所以到底最近又有什么政治梗啊？除了阴谋，有些老梗历久不衰啊！啊，最后还是要拿出来用，真的是。反正家长应该是很难懂的啊，只要他们开口呢，我们就愿意帮助他们。这些人真的非常友好啊，为什么觉得被当提款机啊？欸，我们是高级工具人是吧？他们对其他人如此照顾，我们很感动。等一下你有看到吗？我们把地图给他们看，指出几个土匪营地，让他们避开，让他们很感激啊。结果他们是去扫清那些土匪是吧？最大的土匪其实他们，胜者为王。留下来和我们聊了一会儿啊，他们说等营地建好呢，非常欢迎我们去参观呐。房子蛮大的，我们等不及想看了。这次真的不要再出现什么很可怕的事件就好了。我们的枪 USR gun USSR 物资冲锋枪吗？哦，好了呢，全员健康。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点吗？枪声的尖叫声，暴徒。
路人蛇听迷都喜欢阅读，他们都渴望乐趣和挑战，当然这不包括受到了辐射的折磨和被变异的浣熊吃掉。他们决定办一场比赛，然后看看谁能更快读完童子军手册。简直是疯了，我们应该让他们这么做吗？住啊，军人会面的时候派变异的女儿好像会被击毙哦。哦对耶，好像有看过那个说明。天哪，他们几乎把这本书撕成两半，而且根本分不清谁赢了。不过 Doris Team 看起来非常的满足啊，可能他们短暂获得快乐比起来，哈，这对母子长得很像啊，那发疯起来也是一个样啊，一本书的代价根本不算什么。现在应该过关，暂时不要用到了吧，我不知道耶。坏事开始冒出来了，突然开始撕书了。我们中的一些人学一下黄蜂大声的我来助你。我没有，我还没打到他，所以我不知道啊。书都几岁了，那能撕多岁，应该还是可以看啊。开始坏事连发了哟。反正现在就需要的时候我们再吃就好了。刚可能精神状态有上升了，我挡一次的机会可能找时间找水。不不，煎饼炮回来了，他受到了重伤，可怜小东西被坏人射中了，我们得尽快帮他。爱莫能助啊，急救包拿去救老爸了。就只有那一个，那只能狗狗那么可爱，好吧，煎饼没了，没什么比核弹从你头上掉下来更糟的事。但我们错了，我们把煎饼埋在了避难所旁边。以前那里有个白篱笆，我们有一个念头吃它，但人还是有底线的。即使在最可怕的情况下，你也不会吃你的朋友，即使是煎饼。吃煎饼听起来没毛病，但是，哎 ，RIP 的啦。那个猫都永远都不会散去。快点来救我啊！我的全员生还大业。Oh no！ 但我可以挡很多次哎。避难所站在门口，他们说如果不让他们进来啊，就让我们死得很惨，是说对抗或投降了。哈哈，挂锁。不要，现在所有新闻都在报那个，哎，还不如看我的直播呢。哇，都饥荒了。我还可以再挡个三次是吗？三回啊，三回。我还有三回啊，三回的保命机会。我们用一个小小的挂锁应该是撑不了太久啊，但结果它只用来阻挡未知进攻者。起初呢，这些攻击者信心满满，以为能够成功的闯入，可是最后呢，不得不放弃并离开了。但糟糕的是呢，这挂锁已经变形，不能再用了。我们需要想出一些办法来击退土匪或其他饥饿的野蛮人。他们要吃人是不是啊？水要没了。学无头僧陕北说书，最后的还是得喝嘛，因为我怕等一下又要一罐水，是不是啊？军方要开始广播了，哎，这是不是最后一个事件？要求所有的幸存者派出一名代表在附近的指定地点呢与他们会面，似乎在撤离我们之前，他们想让人作为询问啊。我们不确定这是好还是坏啊，我们不确定这是好还是坏啊。我们应该派人过去，这仍然是最好的时机机会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呢，如果你的女儿变异，你派她去，她会被打爆，她会被打死哦。就因为你就奇怪她那么强，为什么被枪射了就死了？好吧，那。最后的事件吗？只要不要突然出现什么不得了的，应该都没问题了吧。好，谢谢 Abby 送出十个会员，感谢感谢。要点歌吗？不行啊，现在有点晚了，不能尽情唱了。我们及时赶到会议啊，一脸严肃的士兵问了我们几个问题啊，做了记录啊，说会带我们回去啊，我们只希望留下了好印象，可惜我们最好的衣服都在爆炸中毁了。你的衣服看起来很华丽才奇怪吧，那样那堆军人不反而要全部都劫走？哎呦，那我全部哎庆功宴一下是吗？全部都吃一下，恭喜！只要再撑个几天就好了。妈妈脱水，脱出力，全体饥饿游在门外，
貌似不太友善，事实上呢，他们已经十七次威胁说会让我们死得很惨，而且他们到这里才五分钟，我们只要做好准备，他们马上就要把门撞开了。上一次有留言讲说啊，就是说，就是有人敲门或者什么土匪破门，有可能全员直接劫走啊，我不知道哎，因为我记得以前我早期玩是从来没有全员就一次被劫走的，都是一个一个嘛，还是说是重置版改过的？真的这么衰哦？好吧，那用口琴吹笛书，琴声悠扬。他们放下武器，甚至流了几滴眼泪，是嘴角的眼泪嘛？被我们优美的音乐打动了，他们会放过我们，至少是今天。OK， 还好没有遇到最大团的那一种，应该再撑个几天就 OK 吧，然后再全员吃嘛。啊，反正食物多到爆。啊，啊，不要探险，差点按错。快快快快快，赶快赶快来救我好不好？我现在军方跟兄妹先应该都可以了吧？妹妹脱水。啊啊，糟糕 ！Oh no！妹妹少了最后一口了，糟糕！那我应该让她探险的呢。啊，糟糕！她会被怎么办？啊，完蛋了！啊，不是吧？我们还担心会再也没有朋友的消息啊，没想到他们回来了。兄妹俩自豪的说营地建成了，但是他们现在正为一件事情发愁：学校。他们想要住在营地上的孩子上学，已经约定了几个人来教书，但他们缺少阅读材料，我们有什么能帮助他们的吗？刚才书被撕碎了。我现在唯一假设今天他，因为我四天喝一次是比较保险的啊，然后他有可能还可以再撑个一天哦。如果他能撑个一天，我让他去探险可以保命，那就吃个饭汤罐头看会不会解渴吧。不要你们会后悔的哦！要那句话了吗？你们会后悔的。每周要过关的时候发生这种事啊！哎，你不要每周这样好不好？还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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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好。但是也快要撑不住了啦！拜托，我们这里不是图书馆啦，而是生存避难所。我们只有有用的物资，我们让朋友去学校废墟找找，也许能找到什么。被这对母子给撕碎了啦。还在啊？那就去。因为这是唯一能保他命的方法，你自己去外面找喝的好不好？扑克牌会用到吗？还说都不要带啦。这是什么？没有，没有事。可能因为那个番茄汤太咸了吧？哎，我应该还会用到扑克牌吗？军方会吗？还说我不要带好了吗？可是我需要纸牌有办法换水吗？好像也不行呢。怎么办啊？糟糕，我现在不知道哎，带什么缺什么。好了，空手到了，你去外面找水喝就对了，不要死，不要死。现在唯一能保他就只能这样了。我要换妈妈脱水了。一群猎人在门口要求我们让他们进来，这可不是儿戏，我们要把屈服，要把反击，没有其他选择。哦，不是吧，最后等待通关的日子怎么这么漫长啊？啊，再用口琴挡一次，但是要坏掉了。妈妈可能还可以再撑个一天。啊，全员脱水，又活过了一天。我们本来想做一些美妙悲伤的曲子啊，让他们的心灵变得更加柔软，结果发出了地狱一般的噪音，攻击者们捂着耳朵逃走了，他们可能还会回来的。音量诉讼。Oh no! Shit! 前一分钟还好好的，下一分钟却真的面红耳赤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疯了吧！如果我们想活下去，就得控制自己啊，还是先睡觉吧，问题留到第二天解决吧。妈妈要死了。哦，不是吧？这最后也等太久了吧？结果居然缺水了啊！啊，现在要全员死亡了，对不对？真的话，我们几乎不能入睡，希望不会再这样了。我刚才是喝水喝得太勤吗？没有啊，我刚好脱水的那一天才喝啊。难道我真的以后要五天喝一次？如果我们能剩几滴水，就可以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。多尔斯昨晚因为脱水而死亡。
看了这么久，结果又都在白费功夫，对不对？前面多不是我前面也没有办法去控制水的量，对不对？是他太慢给我过吗？照理来说，我应该到要过关的时候啦。啊，我们就应该做一些室内装饰啊。避难所里的风水不好，我们搬动东西时呢，发现了一扇秘密的门，它背后是什么呢？就有一种方法可以知道。死了，全员死了。The fuck！ 最惨的呢。哎呦，食物那么多也没屁用啊！我们用手电筒照房间时呢，看到一把 Bill 爷爷的老步枪。我们相信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欧洲带回来的。尽管 Bill 在晚年时总是抽烟，也常常摆弄他的贝雷帽，但这枪仍然能够摆用。梅瑞健本应该几天就回来了，这也太久了，我们担心他会出事。开团了，哦，团员了，哦，对了对了，在阴间团员了啦。对，全员死了，因为太多天没有水，受尽了煎熬。心一跳，泰德脱水而死。缺水把 Timmy 逼疯了，他打开避难所门，头也不回的逃跑了，他不太可能回来了。哇塞，超惨的呢！中秋团圆了，在核弹中活下来并不容易，我们只能告诉你那么多了。因为有可能你第五天喝水，你硬撑那第五天会死掉啊。照理来说都要四天喝一次啊，应该没错吧？还说我真的要五天喝一次，结果看起来这么好，结果全死了。死的整整齐齐啊，都团圆了。啊，天哪，这是最惨的一次哎。保险四天，对啊，第五天。啊，因为刚刚后面探险几乎都是食物嘛，对不对？妹妹最后一次食物爆多嘛，拿了五罐食物回来，但是她一罐水都没有啊。不过呢，死亡GG代表说还要连载。我本来还在烦恼要过关的，全员生存过了之后，是不是这个系列要画上一个句点了？结果突然急转直下，代表说还会有续集的。谢谢各位的支持。